歌邊啲音樂咁 high 嘅？我哋一齊睇下有咩睇落。Go！ 竟然係電子音樂，完全係我中意嘅 style 喎、啊！一边吹住秋风，一边感受呢场充满爆发力嘅音乐演出，真系好正啊！原来由而家起一直到明年四月，每个 weekend 都有呢个文化深度游戏嘅活动。呢、这个活动邀请咗好多歌手、乐队同埋组合，每个星期六都喺龙环蒲韵呢个咁正嘅露天剧场演出唔同类别嘅音乐。每个月都有唔同嘅主题，而今季嘅主题就系另类音乐。Let's rock！ 我由细细个开始就好想做 DJ 噶啦，大家睇我表演啦！如果大家都想学下点样用 DJ 设备同埋混音技术，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呢个互动摊位啦！文化深度游戏逢星期日下午仲会喺嘉禾墟有多场艺文活动，一定唔可以错过啊！呢度嘅演出以中西汇水艺文跃动为主题，今个月就有好多葡萄牙歌舞同音乐演奏，非常之精彩啊！呢度同样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工作坊，好似今日就有呢个亲子篮球乐，通过拍打篮球嘅声音去体验节拍，而之后又会有面部同埋身体赛区，个个星期都咁精彩，啱晒大人同细路啊！睇下呢度仲有摊位玩添啊！呢个惺惺相惜就系透过听歌古音乐嘅类型同埋名称，完全难攞唔到嘅。嚟紧呢段时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户外演出，为澳门社区带嚟多元化嘅艺术同埋创作体验。之后 weekend 又有大把好地方去啦！